好。纸巾啦，纸巾啦，白砖啊！我有，好噶啦。我其实好少搞呢啲 gathering 嗰啲嘢嘅，咁我你搞多，其实我唔觉得我朋友好多嘅，因为原本傻啦。咁所以咧，我生日我唔敢搞生日会嘅，其实系我唔敢咯，因为我惊我搞生日会冇人嚟咯。咁其實咧，我嗌酒咧，假嘅，我都好驚。想試下撲三圍台嘅滋味啫，其實我都係啊，我想試下三圍台嘅滋味。其實我都覺得會冇人嚟嘅，咁但係咧，好多謝大家今日嚟啦。其實咧，要作出呢個決定離開香港咧，唔係一個好容易嘅決定。其實我好中意香港嘅。大家可能從我在 Facebook 到成日鬧政府呢個知道，其實我很喜歡香港，但是我覺得呢度的發展空間環境很小很少，我覺得找不到什麼出路。咁33歲都不後生，但係都不算太老。我想在呢個時候去其他地方度去放手一搏。咁呢個可能是我人生最後。可以任性幾次了，已經希望所有嘢會成功。我好多謝大家今天來這裡，我真的很多謝你們，因為我從來都沒有覺得感受到那麼多朋友的愛。那雖然你們今天只是來出席吃一餐飯，但我都很開心。你們的祝福我會收到的。在這段期間我已經很努力，努力到我不能夠想像自己可以這麼努力，體能可以透支得咁多，但我都可以繼續捱到落去。我相信我一日未成功，我都可以 keep 住呢一股氣去建立好自己喺台灣嘅生意。多謝大家今日嚟，多謝，加油！